拜拜，对，拜妈祖，哎，拜一下。拜一下，哎，拜妈祖一下。用得到啊。哎，拜妈祖。就是因为正面不要偷出来，它侧面不要这样。哎，拜一下，拜妈祖哦，哈。拜一下啊、哦，拜妈祖，回家回家，哎，马健，让你坐一下，等下伊会滚起来，马健，哎，来，来来，哎，手机不要拍。来来来，注意哦！来注意注意注意，来来来，好，要注意哦！我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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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Oh!
沙土妈祖，然后听朋友接那个跟我讲说，到时候可以来弄一条卡，所以我很早大概六点多就从这边开要入京的过那个路程的地方，就在这边停着等他这样。啊、白沙屯妈祖真的是很灵验，他直接在回头回来的时候，他就顶着他的肚子，因为我的女儿才刚开刀，啊，然后就手术以后也都住了一个多月，然后到现在还不会好，然后医生就是说大概要靠药物长期控制，但是至少保住了他的两颗肾，对，然后现在等肾不用割除，对，蛮感谢那个白沙屯妈祖。对，替他加持这样。你最后想要跟妈祖说什么吗？真的谢谢。等到我女儿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专程骑到白沙屯妈祖庙拜拜，还愿。到去年的时候，他现在已经两岁了，他是八个月的时候发生的，然后发现的啦。然后因为八个月年纪太小，没有办法麻醉那个全身麻醉。然后只能拖，一直拖，拖到两岁才可以全身麻醉，然后才进行手术。这样，他的两颗肾都已经萎缩了，他膀胱也肿大，变成就现在就是手术后变成是他的膀胱没有办法恢复这样子。啊，那逆流尿道逆流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所以也没有不会再有什么尿毒症啊，或者是肾脏割除的问题。现在就是靠时间慢慢去控制，让他的那个膀胱慢慢回来，这样。所以感谢那个白沙屯妈祖。目前暂时第一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